善心灵。OK， 今天呢给你们做的就是我们手工自制的一个扩音器，要准备三个卫生纸，那个你用完了之后，就它里面有一个桶，你只要留下来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想要更漂亮一点，你就上色，上色了把它粘在一起，把你的电话的这个底部量好那个位置，然后用手工刀割开来，之后呢，之后再用那个，叫什么呀？你自己讲。用这种，用这个，然后塞是要大的，然后把这边粘起来，不然你的电话很容易割坏。然后之后嘞，塞子量好了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我们先听它的原音，因为我的香味想让你一直在我心里面，就在情歌，你到底听几遍没有忘了实现坚定的信念？这段感情，我给你这个叫你创造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你放进去一下，有大声吗？有效果？OK。哇，真的有大声了。